在极地的恶劣环境中，每一秒充满未知的挑战。面对挑战，只有勇气不够，做好万全准备，才能让风险变成精彩的冒险。随机应变，不惧瞬息万变，能量也可以转变成力量。面对赛事中孤寂与挫折，有家人和朋友的声音，使我不断推向极限。完成5年7大洲8大站的超级马拉松，从戈壁沙漠53度高温到御空零下58度的考验后，我相信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前进，只有你自己。坚持是唯一信念，心无限即无限。我是陈彦博，我的梦想才刚开始。